首先，我今天心情非常的兴奋，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支 MV， 我的公司的一个同事就传了一个片段给我，在这个上海的街头，里面有两位零零后的姑娘，她们被访问的时候说：“你最喜欢谁？”她们说：“我最喜欢陶喆。”而且说哪一首歌？爱情好像流沙，结果就是流沙。我本来以为你们都遗忘我了，可是我看完那一段抖音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他让我下定决心要把流沙这个版本送给大家，作为第一首大家听到今年我的新歌。大家可能在这个 KTV 里面唱歌啊，唱流沙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的那个 MV 其实只是一个现场演唱会的一个画面。所以呢，我就特别跟我们的企划团队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可不可以流沙拍一支 MV？ 如果你要从1997年算起的话，哇，26年了。我希望它有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歌也跟随了我这么多年。